从我哋诞生、睁开眼嘅一瞬间，我哋就会遇到唔同嘅挑战，而呢啲嘅挑战会随住我哋嘅成长而变得越嚟越大、越嚟越多。世上有一班人，佢哋嘅眼界与众不同。一般人会认为系问题、麻烦嘅事物，对于佢哋嚟讲，却系机会。仲要是越大的问题越大的机遇，他们用机遇的灵镜去看这个世界，在他们眼中万物都充满着可能性。当没有人勇于开拓新的蓝海，他们已经着手策划和整合新的蓝图，还会去问我们怎样可以多加改进呢？他们拥有着的是创意的勇气、创新的思维同埋创造的执行力，带领我哋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。呢啲我哋称之为创业精神。